好，现在是60度的温度，60度温度到65的话可以分屏了，就分屏我就按这个温度来分，然后我要分其他的，你调到这个，把它调到70、75、80都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是一个苹果的分离，这里切了，这里切了，是分方便拆框，拆这个边框。把支架往外掰。掰掉，两条掰断之后分离，线放上去，必须线放这款分离机，它就宽比较那个了，它因为你带除泡机的，线放长一点，往下压，压了之后，这样左右先切，切了之后慢慢的进线。进来之后，这里慢慢进线，进来之后就这样左右切，平移，线已经进平了。分到这里的时候，线必须在这里割一下，然后斜着在这里割一下，就等于说手法是这样子。再走一遍，好，慢慢的平提起来，提起来之后，好，这个 OC 撕掉，应该是 OC，我敷一张新的，把盖板盖好，然后用还要用这款机器来试一下除泡的效果。是 OC，很多都不知道怎么是有的新手是。不会撕的，刚做这一块的就是这样撕。是这样扯的。干净了。好，这个是苹果6的屏，它这里有气泡，还有这上面的一条气泡，现在是慢慢淡了。好，现在这个是带支架的。苹果6放上去，不妨碍关门就行。关上，一秒钟打气，打了之后1分钟除泡，现在等待1分钟。放过去。好，可以，差不多了。停止除泡。好，没气的时候，把门连上扣开。瓶盖拿出来。好，现在没泡了。这个泡已经没了，怎么看都没了。这上面的也没泡了，很完美。就看你压出来气泡，一般就在这个位置，还有这个位置，1分钟2分钟就把泡可以除完了。